在欢乐常在 FM 九十五点二青岛故事广播节目早知道。故事精彩，欢乐常在。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二青岛故事广播。接下来关注一下晚间时段的节目安排。18点为您重播《大千世界》的小说剧《东厂西厂》。18点30分是自办栏目《说东说西说东西》的重播时间。19点故事八《百家讲坛》为您播出刘心武解密《红楼梦》。19点30分20点为您两集联播小说与同志。